哎，这个狗有问题了。昨天开始两天没有吃东西，什么都不吃。你看这个小罐头，就这个，来，起来吃。不要，宝路的狗罐头，喂，下去嘞，吃，喏，狗的饲料，这个吃。什么都不吃，大概不舒服了。这个宝路罐头不吃，这种病犬的饲料也不吃，普通幼犬的饲料也不吃，有时候喝一点点水，没有精神。大概养不活了你，喂，起来，生病了，哇，病鬼。